第二十一题，已知空气中的声速为每秒350公尺，海水中声速为每秒1500公尺，一频率为100赫的声波由空气射入海中，其当声波传至海水中时，其波长大小是多少？我们晓得同一个声音在任何介质传播，频率不会变，所以在空气中的频率是100赫，在海水中的频率也是100赫。我们又知道波速的公式叫做 v 等于 f 乘以 lambda， 我们在海水中的速度是每秒1500公尺，我们的频率是100赫，所以算出来 lambda 就是15公尺。所以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当声波传至海水中时，其波长大小是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15公尺。